我是谁并不重要，我来到洛阳就只是为了寻我故人。那你现在可以和我说说，你那位和宫中贵胄有关联的故友了吗？不可以，也不重要。我寻他跟他的身份无关。李兄看似惧内，实则是将夫人视作并肩之人，敬而重之。倘若夫人不见了，想必李兄即便踏破山河，也会觅他踪迹。我说的。 可对，我一直以为是个男人，没想到竟是个女眷。这个我喜欢。好，我愿意帮你找意中人。意中人？难道不是吗？我猜她一定是个长相俊俏，又十分水灵的娘子。是的，你看，我说对了吧？你是不是特别的关心她、在乎她，任何一刻都不想丢下她？ 别的女子你都不入眼，如果非要你和一个人每时每刻待在一起不离不弃直到终老，你是不是希望这个人就是他？即便天下有再多美丽温婉的女子瞧上了你，但你还是想选这个脾气不好又横行霸道的小女子。不是小女子，难道是个老妇？秦兄的爱好真是令人佩服，是顶天立地的女子。哎呀，不管什么人吧，总之呢，是意中人就对了。